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 ABC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角 A 是直角，那 C 是 AD 上面的一点，然后现在呢，这个 BC 是5啦，啊，这个 AC 是3，然后呢，这个角度哈是这个角度一半，所以呢这两个角度一样，那么他现在问说哈 ，BD 长度等于多少？好，这怎么做哈？因为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嘛，这3这5，啊，所以这是4。好，啊，这样我们看呢，这个大的直角三角形，我们看这个 cosine 哈 ，cosine 这二西塔，哦，这两个角度一样，二西塔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邻边哦，这个大的三角形邻边除以斜边，这4啊哈，啊除以呢，这个我叫做 x 好了 ，x 嘛，好，那我带那个。带那个互角公式，带那个背角公式啊，这背角公式展开的话是等于两倍的哈 ，cosine 多少 ？cosine 呢西塔的平方啊减一啊，哦，这个公式要记起来。好，然后呢这个 cosine 西塔等于多少 ？cosine 西塔哈，cosine 西塔就是4除以5啦，哦，就邻边除以斜边嘛。哦，就是4/5，好，啊，把它带进来，带进来就两倍的哈，4/5的平方就是25/16，哦，啊减一，那这等于多少呢？这是等于25/32了哈，啊减掉25，啊这是7呀，哦，所以呢这个哈是等于25/7，那这样的话哈。x 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4，啊除以这个了，哦，就把它拿过来，除以这个就是乘以呢它的导数7/25，所以是7/100，所以答案是7/100。